今年喜迎香港理工大学80周年校庆，作为一位香港理工大学的名誉博士，我谨向香港理大衷心的恭贺。香港理大这么多年矢志启迪思维，成就未来，他们的卓越教育着重工匠精神和尖端科研的结合，并且成就着香港、内地以及全球的持续进步与发展。我坚信在未来的岁月中，香港理大必定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。